What?果断开始吃了，哎，但是看来 Alex 好像没有放弃下来一个红眼，这个邪门想给一个TP机会，但在左边的一个炸弹猫先丢了一波炸弹出来，但是他选择往前打，然后这个时间点的 WSY 是稳定的吧？这条火龙给拿下来，两个刷子，怎么感觉？感觉很像你在讲上一场我们。对啊，好像上一场哦，没有那一把不一样，那个是欧拉姆，哎，这边终于甩大绝，甩下来是辛普拉姆，秒杀，辛普拉姆闪现就交不出来，看你就倒下了之后是闪现往下的一责任，大家不让我大绝，别敲了一波。 但是左边是哇，哇，可是左射布朗姆，右射欧拉夫，先把两个人拿到手之后，往前冲，打出了一个晕眩的效果，想把 scope 变得冰块。但是没错，这里其实菜皮他们走的有点太深，菜皮这波已经没有视野，他怎么敢走到这里啊？然后没有视野，直接被丢。哎，他其实看得到猪女儿被丢一个大局，他觉得他不会死吧？他可能觉得猪女儿善良，就是不会甩他大局。 也太善良了吧！话说，这团队也不是很猛，然后比赛也爆，应该就已经下去了。哎，这波是欧拉夫先缓，所以以色拉交闪往后想走局的巨盾，但躲过了这个虚弱溃散，但是大绝超人解放，没死起来之后，反而对菜皮一个黑暗星体打死，后面吃了治愈之后是 Scott 救出了自己的队友，炸回来，但只是一哲人是隔墙不断的输出，哎，其他三出冲过来都甩了一个冰的龙狼，有一个大绝的一个缓速效果，但是。 以这个西格斯在场的情况下，塔的一个数量确实会掉得很快啊，因为转线也可以，但是中路是选择 Alex 一个大绝，另一个大绝，这一波是没办法把菜皮给炸死，但后面赶来的以色拉斯想办法留人被 Scott 给救出来 ，WSY 这一波是白象级战，那除非是从布朗姆 Q 到啊，然后助理跟着骑上去才有机会杀到，这个塔也快掉，这个其实已经掉了，冰的出手，现在是布朗姆的盾上面以杀，此时是反身带一个大绝。 兵哥烈星是把整个战场切割开来之后，阻断对方的一个进攻。Q，但真的留不住。哦，哎，我先让五千给对方。你看这个西格斯，蛮不讲理，上路是二打一，但是被二杀之地不敢叫一打二了，这反正劈了一手巨剑，但是也没有连上去。然后在这里又开始转线了，哇，一下又要偷挖了。 下路偷挖，又要挖人家家里面，哎，这个好像技术性，这个要爆了，这个要爆了，这个一定爆了，这一定爆，这个一定爆，有了，哇，好痛苦哦，都摊个几下要爆在爱奇艺身上了，爱奇艺跟西朵来都没有，这个很明显想开的，这个小恶魔的血线就已经一半以下，对，在对方的一个炸弹出手，对，在对方的一个完整的炼狱炸弹中心伤害，今天结束起来之后，可能得倒，虽然说需要套在挖口身上，但是还是抵不住挖口，一连串的攻击，冰跟出手，结果是在。 这个西格斯，这边撤切，没有切到这个小恶魔脸上，跑那个降落速度的，对，然后还有那个中心有额外伤害的那个，对，真的切得很好，这里是抓到这个汤肯奇没有带进化这个点啦，就直接开他，而且我觉得这个西格斯玩得很好，他是预判到对方闪现的位置，是直接砸了一个正中心最大的伤害，那。 后面这个西格斯也是一路骚扰，稍微扭了一下，那二杀是这个时候直接从后面绕进来，而且他的鬼雷又卡在了一个左半边完全没办法过来帮忙的位置，甚至有点限制了左半边的这边。当然，如果他们有这种心理意识，就是说哇，我选了这个阵容。 我就是先放六座外塔，那就没问题。OK，我觉得换个角度想，这就是个投资。对，投资，你才有赚有赔。不管怎么样，输赢都是一场。想要变 rich 吗？这看起来感觉我是后面是什么？你知道后面是什么？对，哇，我被拉扯，我要给的是压力。哎，但是 Ziv 是走进草丛里面之后吃了一个爆破连捅。Ziv 开启一个大绝之后是利用自己的Q1，第三段往前砍。 再放一个爆破连捅之后是 GP 原地放了一个加农炮火的大绝站在炮加农炮火里面跟 Zip 对打之后 Zip 往前闪进个 Q 3再进个普攻带走了 Licky 漂亮 Zip 水星血有水星血好没开在手段了又被推到但是朱莉来了，手上的大绝都是冰住的太平，而是探个机救出了太平用了用一个炸弹直接把太平打到这个最后三分之一的血量，但探个机在这个时间点是牺牲了积少成多击杀成塔，这边。 这个大局丢到，还好探个吉在旁边，就是保护，没错，还行。然后后面的拉达。
Elva 也是很果断，卖了卖了，麦克风只有一种声音，就是卖，往后跑就对了。你是说那个 Buy Check 里面就是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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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卖卖卖，他要撑住，他要去跟他换钱。但是这波艾希感觉要被留住，小恶魔被大雪冰住了，卖了卖了卖了。但是要卖他等级了吗？不卖，牛魔王我先过去，反正射了一个冰箭出来。但是由 Alex 扛下所有伤害，再推了一下，后来不开启了注射的王冠，但是极力冲刺的 Alex 直接往右侧冲到队友的怀抱当中，然后加了泡沫下来，这是把 Apex 给留在里面。Apex 利用自己的技术性引爆往右侧拉。那看来又打不起来了，但巨剑定不来了。砍住的是 Skull 被一个平步血链给交出了第一处闪现，没有出生黄昏了，没有出生黄昏之后开启自己的惊人，但起来之后应该要被这个给打死。最后是由挖口收下这个杀手，又抓了冰河龙狼，是正起了 Licky 身上被冰封一层，被变成了冰块，没有橘子可以吃。然后挖口再跳过来，都收下了这个双杀，漂亮，赌一波大的，我全部领出来，我全部领出来，直接走到什么大乐透店，欧耶，欧耶，老板我要包牌。这个跟人生不一样，人生只有一次，这等下是 BO 三百，还有一把，还可以再赌一把，这个就我觉得太急了啦，因为第一个你小恶魔一开始跟 Scar 都被打退了嘛，你后面再追是大布朗跟大爵其实下的蛮好，但后面的真的追不到。我好喜欢你的比喻哦！对，而且刚不他大学已经教完了，这后续他不撑撑看，你怎么知道不行？我很痛，但是看119，刚普朗克已经买那个保险已经买起来了，但是对方看起来是要来抢保险里面领出来的钱的。三个人、啊，被冰河龙龙冰河练习敲起来之后，后面一个泰坦奇买一送一啊，这个青蛙走得掉吗？哎呀，这泰坦奇真是感觉好像走不掉了，被王后给射下了，王后已经602的战绩了。应该是秒爆，有技术性，还有技术性引爆，技术性引爆真的爆了，然后选择开团，哎，真的打下直接融化掉了，然后瓦口已经跟神一样了，之后是射了一手冰箭，但是此时哎，这个怀表来了，自己的金人后面是来了，这一波来了，集齐开剁，哇，这一波剁下去都是把对方的全部的闪现全部逼出来了，被推了一下，但这个大局已经结束，看来这把比赛准备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准备要恭喜，AHQ 应该是等下可以顺利拿下来，不过看来Alpha 还没有放弃。来了，这个就是最后投资人的最后一搏。我的15分钟还有没有？我要投资人就是要这样，永不放弃，永远都在期待着那一只股票涨起来。来 ，GP 看你的 ，Licky 站出来。再一个，站。对面没有跟他打的意思。哎，冰河龙王甩出来，加了泡沫丢。Licky 这一波想当救世主，但是直接被冰河龙王炸死，完蛋了。这一波看来没有救了。ASQ 12-1。